再抠一下，让他戳我们的屁股没有关系。我转个红怒，再抠一下。 A Q， 再 A， 好弱点，弱点打得不错，但没办法，我躲不了这几个弱点。平 A， 闪现 A Q 点燃，接个平 A， 他带的是传送啊，直接红怒回血，抠一下，平 A， 再 A。 晕住红怒平 A 往下拉再 A 接一个 Q， 他要剩二了啊，等个5秒，走位，我靠，这也能戳死，走位没躲掉那 W， 要是走位躲掉那 W 就好了，我有点走位太笔直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要斜着走一波，这波能反杀秀他一波。 并且那弱点刷的位置不好，来往这走来，先抠一下，给人马打红，抠一下，晕住，给我整炸了，给我整的稍微有点小炸呀。 上路的线也烂，没推过去，推了一半，直接晕吧，红怒抠。 这是不准备让我玩了，我这一看呢，哎呦，真累，真够呛啊！ 一二二，慢慢打吧。先插个针眼儿，A Q， 晕住，平 A， 平 A，A Q 红怒 E， 哎呦我操，这个疼啊！把两瓶药吃了。 弱点要刷屁股后边啊！干嘛啊？他妈的，连体婴！ 来个这个吧，我们赚了450，可以接受。而且我升5了，我刚才杀那剑姬升了1级。
现在没 E 啊，不着急，先刷一下弱点。他可能会升六，晕住 ，A E 一回来 Q 一下，别急，先走。你运气好升六了，你运气不好这波你死，我告诉你。闪现晕 ，A E。红怒 Q， 一定这个晕啊，不能让他挡，直接闪现晕，一过去晕，他就直接按 W 了，我们就杀不了他了。不要给他反应时间，直接给他晕死。不准备让我玩了，我也不准备让你们玩了。抽一下，平 A，A E， 一回来 ，A 接个红路抽，你不放我不放。看咱俩谁能引得过谁啊！我让你不放，我看你放不放，不放就死。过分了，我还过分，他们俩更过分，给我打个一杠三，这哪是一杠三，这是一杠四，这波过分了，说实话，假装往里边走，收俩兵的，哎呀，差了70块钱，怎么办？这可血战斧啊！都赖你们。非得干扰我，我打得好好的，干扰了我一波。一会儿大反甲，加上一手布甲还，还不用水银还，还这把有日女啊。弹法大反甲加水银骸，我就这么杀他，我连着杀了他好几波啊！他等级还跟我一边高，他就杀了我一次，他人头跟我一样，你就想想我前面劣势成什么样了，想一想，自己想一想，多大劣势，劣成什么样子？传送。抽一下，一过来 ，A， 再 E，A 开大招，平 A W 晕住 ，A 可血战斧红怒 Q， 你有大吗？你找我拼？下来有可能来啊。拆了。
还好银马他没有辜负我，在我上路能打出优势的时候，这个银马他帮助下路也打出优势来了。嗯，走回家。剑姬推线是真慢呐。水银海配一手小反甲，他应该不能走，肯定得拆过他。以他的性格，这是不可能走的。来双 EQ 一下，平 A 打板溜开大招，平 A 可血战斧往前追，我二速血 A 卡他背着 AQ 死了，死定了。闪现 Q， 哎，刚才怎么绕圈了呀？本来不用交着闪的，我怎么走到左边又走右边来了？累死了，可以呀、啊！一会儿我让你们看看到底什么叫无敌。去打蛤蟆兄弟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先斩半管路，你给我晕住死！你还跑过来打蛤蟆？先吃药啊，往下拉 ，Q 一下平 A 开大招套点盐，往下拉，别急，往他前面追。红路 Q 可血战斧。这可血战斧咋没出来呢？再说他妈的，这怎么这也能出来个人儿，兄弟啊！我正跟他打着，打的好好的，那啪又给我来个皎月，真。你超神了，能换了吗？哎，给换了，可以啊。等我们死亡之舞出来，杀我！银马给我杀！银马给我杀！银马！可恶啊，全是人！买个锁子甲。哇，闪现银马！天哪，还吹波扣呢！上路收兵吧，325钱不够，
算了，出个中路吧。我看这个皎月能不能杀，不行，皎月杀不了。这把输在下路了，不能，输不了。双 buff 他都不敢打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打小龙。这波确实是杀的，让他给晕了。没忍住，队友打赢了，一波三换二，这波不亏。下一件出个蟹手，这为什么晕了还能走掉啊？打不过他了，不能找他单挑了。我们得去打团战了，再找他单挑要够呛了。不是出个小重伤能打过打不打得过的问题，我那反甲跟小重伤有啥区别？你说这英雄杀的人跟我一样，那肯定打不过那剑姬，那能一样吗？这俩英雄他打四环带回血的。哎，我跟你扯这些也没啥用，其实只是尝试一下，能打过就打，打不过那我们就不打了。别老在这指来指去的，那一开始我们家劣势那么大，我给打回来的，你不放屁，完事你现在开始放屁，啊？你一开始你怎么不说话呢？能不能杀？给我杀一个！走吧，不打了。你们没有伤害，没有控制，算了。本来这英雄就单带英雄。除非我们装备比他好的有点多，他能打得过我，跟他一样装备不可能打得过他。
人马打回来的吧？怎么就我打回来了？那我挂机能赢啊？那剑姬不我自己杀的，人马杀的呗。他中路捡三个人头，我上哪捡人头呢？你说话听不明白呢？那人马上路干磕过一波没？真他妈的疼！啊，挂机真能赢！别跟我犟了，没意思。你要喜欢犟，我单独给你找一个，就是犟的圈子，要不让你们在里边抬杠，行不行？大龙丢了，你找不着杠精啊？那是因为你没直播呀。那你直播，你不就能找着杠精了？还行，大龙没丢。那这就是没有我能赢，让人给团灭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没有我就可以赢。来，大龙啊！可以追，往前冲来！可以追，可以追，可以追，不用点信号来，可以追。进阶来就让他来，跳弹走来，别追了，这别追了。先把电击杀了，能不能行？我操，这都死不了，打大龙吧，这不能追了呀，这还往里边追。能打，我们伤害应该够。不行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打了团灭了，不能打啊！难打了，刚才人马不应该追那个卢仙的，你知道吧？找一下他，
不要了，守高守二塔吧，不能再打了。不着急冲啊，守塔，别急，他们上不来。给了没事，走高地。你这么点血，能不能回趟家呀？这回家出个反甲。我们打团必须得保后排，这后排不保赢不了。这三个人不能死啊，晕一定得交对人，晕交不对人不行。死了，可以上，再试试吧。哎呦，能 A 死不？哎呦我操，等人不等人呢。不打了，打得累。